Hi, good afternoon. 今天星期五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候。今天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芦荟糖水。芦荟糖水哦。欢迎进来的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哦。OK， 今天要做糖水喝凉的，所以而且做法呢，我们会从头到尾一步一步的跟你们讲解哦，所以是非常有知识的一堂课。哎，可不了，所以你们觉得很有兴趣的话，你现在可以把它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比如说你觉得谁啊最近上火。哇，火气很大，你就 tag 他进来，教他要喝芦荟糖水。平常也可以喝啊、哦。比如说谁最近脸上长很多痘痘，你也可以 tag 他进来，跟他讲要喝糖水哈、哦。所以你们如果刚进来的，你都可以帮我们分享出去。中午好，中午好，是的。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帮我 like and share 出去先哈，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始了。我教你怎样处理这个芦荟哈，哎，这个芦荟这样的。哇，水当当，金金闪闪的哈。Go go、okay. bling bling,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它可以看透明过去的哦，很漂亮、哦。哇，哎，真的是看透过去，像水晶一样，对不对？对。这个是可以吃的哈、哦，它不是水晶哦，它是能吃的水晶，就是芦荟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你觉得有朋友也有兴趣看我们怎样杀芦荟的话，不是？现在我就教你怎样弄芦荟。对，所以我们给你们点时间，30秒分享出去，然后我们也预备一下还有什么材料哦。你们分享先，我去拿芦荟呀、啊。啊，去拿芦荟去拔哈。阿姨家里有种芦荟哦，其实跟你们分享一下。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看怎么样杀芦荟。是这样讲吗？你们家里谁有种芦荟的，你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哈、哦。哇，谢谢你们的爱心和赞。中午好 ，Hi Jenny，Q 妹妹 ，June 妹，转过来 ，Queen Anne，Three 哇哇，很多哎，很多朋友都进来了哇。芦荟是这样子的哈、哦。芦荟是这样子的，你这个芦荟是切了的哦，是还没有切断，没有，它已经断根了，是它就是采下来是这样子的哈、哦。哦，对，哇、啊，好大个的芦荟呀！采下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把它这样割一下，然后给它放在那边，给它滴那个里面那个蕾蕾怎么讲？蕾蕾哈、啊，它里面的那一个蕾蕾。它的芦荟要给它留掉，它会黏黏的那一个黏胶叫什么啊？你们叫什么？黏胶，它那个是我们讲蕾蕾啊，它是黄黄色的。哦，黄黄有黄黄的吗？它然后给你们看哦，变成这样的卡了。哦，这个是要把它滴走不要的是吗？对，就是这个会苦哈。哦，啊，这个会苦，所以要把它滴掉。要好像讲今天，比如说我今天要煮，不是今晚我就要采了，然后你把这个切一下，你就放在那边，你要叫它站在那边，不要给它躺下去哈，你要站在那边给它滴哈。你跟我好好站一个晚上，你跟他讲，所以、啊、大家清楚吗？有学到吗？啊，叫它站哦，站在那边哈。哦，我看到有人讲家里有种哈吉尼，是、啊、哇 ，tree pot，、嗯、所以你们如果家里有种。或者你要处理芦荟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处理哦。啊，你前一天先把它切下来，然后放它站着，让它的那个蕾蕾，粘胶这样子哈、哦，黄黄色的会黄黄色的芦荟啊，给它会苦哦的 gel， 对、啊、gel 会苦哈、哦，会苦的 gel 哈、哦，给大家看多一次一下，应该有粉丝没有看到哈、哦，刚刚进来的、哦，给你们看多一次啊，这样的 ，OK、哦。嗯，这样子，来看一下那个黄黄色。要小心哈、哦，因为它这个旁边会堵人的哈、哦。OK， 看一下那个藕蓝色的颜色。那个哈，它、哎、有有有，它那个水是黄色的，可是氧化了就变成黑黑的哈、哦。哦，这个是不要的哦，因为这一个不是它会苦，这些是芦荟滴出来的，是、啊、它会苦、哦。是的，是的，是的。嗯、对 ，Kim Day 是芦荟滴出来的汁哈、哦。对对。
谢谢你们分享出去，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学习啦。今天学习的主题是芦荟。对啊，芦荟很简单，煮就是处理芦荟花一点时间罢了啊。Okay, 所以可以开始了吗？对，可以开始了吗？你们 分享出去了没有？今天中午我们煮芦荟糖水，然后今天的直播非常好哦，因为我们会从采芦荟到杀芦荟到处理芦荟全部都会教你们哦。所以如果你觉得有朋友需要看的，你可以先分享出去好吗？对。那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开始了，就帮我刷一排 like 上来，我们就开始了哈。我给他煮水哈，给他煮水。哦，你在煮水先哈，来看一下阿姨 multitasking， OK， 先煮水。给他煮水。怎样知道芦荟已经干净了呢？滴干净了是吗？啊，你有滴到它六七个小时，比如说你晚上这样采啊，明天采煮就肯定它干了了哈。OK， 你要给它，你切了要给它滴过夜，就会一定干净的哈。OK， 哇，家里有种啊，美兰，很好哦，家里有种可以杀它来煮芦荟糖水，可以杀它来煮哈，可以了啊。OK，Catherine、okay, 看到了，哇，今天用两架哈，啊，一个是煮糖水，一个是烫芦荟哈，这个是烫芦荟用的水，啊，这个是烫芦荟的。OK，这个是煮糖水，全部都是100度哦。OK， 100用100度。速度一到一点五这样子，我们只是预备着那个水而已啦 ，OK 吗？我们给它煮哈，来，我们处理好这边，它这边就滚了了哈。所以我们直播就要啊这样程序这样做好下去就不会连哈，好不好？嗯 ，Very multitasking。我们来开始了，大家中午好，我是黄阿姨，我们今天来煮芦荟糖水哈，芦荟吃很好哦，是的，学起来拿来煮来喝哈，是的，这样子的 ，OK。首先我们来弄这个芦荟哈，我先把那个ingredient 先拼在下面给你们哈，好吗？所有要用到的 ingredient， 你们有看到的，你跟我讲看到哈 ，OK。每一种芦荟都可以吃吗？你拿这种大大盒的哈，来给你看，喂，这么它会黄黄的，它的那个尾巴那边。这个是，这个是它的整个晚上的那个成果，它这边前面这边是氧化了哈，哦，所以它就这样的卡了。OK， 所以我们把它切掉。怎样切皮？等一下 show 你看，现在就要表演了啊！给你看哈，它头尾不要它哦。它的头看起来有点像羊角这样。对对对，对，我们首先这边。这边这个尖尖的先削掉它哈。来，第一步骤，先把刺人的地方跟它切掉。这个会剁人的哈，这个会插到你的手了哈，所以我们先把它弄掉哈。对，通常我们都是先铲除那些会割焦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利的地方先跟它切掉咯 ，OK 吗？这个给它削掉哈。你们切的时候要记得小心手哦 ，OK 吗？尤其是刀如果很利的话 ，OK 吗？这样好，注意安全哦。要多少年的才可以煮来吃啊？开花就可以吃了。有开花就可以吃了。开花了就可以吃了。我看到了，很好很好，有看到就好哦。哎，来，放近一点给你们看好吗？啊，好的，然后处理一帕就好了，一面就好了啊，我们切它。哦，另外一面你要多少长，你切它哈。OK， 先切它，好，切它，切它，这样哈。来，朋友们，现在可以分享出去哦，因为我们在教怎样处理芦荟，哇，透明透明的。等一下先，你反过来一面给大家看一下，没有，不是不是，我是说你反那个芦荟，它后面一面是还有的，后面一面是叶子的啊，还留着的，可是我们就这样切它，我们这样哈，这样你这样按在上面，你的手不要在下面，你按在上面，你这样把它底下这样捏一下就好了，这样切过去 ，OK， 这样你看就晶莹剔透的出来了，你这样。削一下就好了。哇，没想我家种很多可舍利，我家种很多，每个礼拜都喝，非常好。很好哈、哦，对，很好，喝得很好。还没有开花的还不可以吃是吗？对，是的，年轻哈、哦，太年轻，太年轻了。我们要成熟的等它开花。
我都不会开花怎么办？等它开花。要等哦 ,OK? 它会有开花的，我们每一棵都有开花。嗯。就讲它还小，还没有开花。哇 ,last time we grew, 以前有种哈 ,my mom used to apply on her face, it helps to maintain good skin. 也可以放头发哈。是的。也可以放头发。芦荟很好哦。芦荟不是如果很像讲你真的是吃进去它会帮助抗氧化 ,OK 吗然后呢也帮助就是滋润。对。所以连你拿它来不是不管是外敷还是内用刺啊还是涂都很好、啊。都很好、啊。是的而且如果你有防你有晒到啊皮肤晒到你也可以拿它来涂齁、哦。对。对所以如果说那一些就是保养产品啊有芦荟成分的话就很好。我那个人我卖的那个 Selfglow 那个 Cream 21里面也是有芦荟齁、哦。有芦荟成分哦、啊。对，里面也是有芦荟。所以你涂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为什么可以修复，还可以淡化那些、疤痕这样子哈、啊？它会美白哦。是的、啊。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切条哦。你看切条的时候，你就切成你要的大小哦。嗯。OK 吗？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Selfglow 的产品，可以联络阿姨哦，阿姨有在卖的。对对对，嗯。都可以用它来涂哈、哦，涂了脸就美美白白了。睡当当、，OK， 已经五年了，这种的可以吃吗？如果五年了的话，我们大概种到一年多，它就开花来了。是咯、我们的品种啊是种了一年多开花 ，and then 不是就能够这样子吃的，我就不知道别人的品种是怎样啦、哇，种十多棵啊，如意。哇，很多哈、哦，也是很厉害。来，有的吃的，有看得到哈、这个。所以啊，切了就变成这样条状条状的哈。切多大的条状 ？Depends on 你要多大个了哈。这样子哈。啊，你可以自行决定啦。不过我们觉得这么大个的话，它就比较有口感哈，好吗？开花生根老了。哎。是可以吃的 aloe vera， 可以的。可以的。对。不只可以吃哦，还可以涂在脸。不过要萃取一下啦，也是可以涂在脸上，很比较容易吸收哦。嗯 ，OK， 那这样就一整盘可以拿来做芦荟糖水。等一下哦，是的，烫伤、刀伤全部拿来外敷哦，那个 aloe vera 都是很好。可以的哦。以前我们好像伤疤没有那个。要来查不是我们就是有手割到、就赶快去炒芦荟润薄乳它很好用哦哎欢迎进来欢迎谢谢你们分享出去哦谢谢支持来我们讲这个材料先哦我们讲这个材料先、哦、这个直接切了不用再洗了、哦、OK 吗等一下就是来去捞它、哦、okay, OK 你只要用滚水捞、对这个是红枣我们用到 30g 这个是桂圆这是那个龙眼干 30g 这个是冬瓜糖、哦、冬瓜糖、然后这个是冬瓜糖多少 20g OK 好然后这个是枸杞哈goji berry, 枸杞。这个是板蓝叶。枸杞多少啊我好像忘记讲。20g。所以来我再讲一次啊。30, 30, 20, 20, OK 吗全部都有拼在 comment 下面齁 ,OK 吗然后这个是板丹是多少片啊接在一起两片三片都可以两片三片都可以因为这个帮助等下你煮出来的糖水很香哦 OK 吗对我们把它这个来洗一下丢进去煲哦你要洗哈来欢迎大家进来了最近天气啊真的是哇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天气怎样可是我们这里热过头哦不用到12点，早上10点啊，人走出去就不耐了咯。一把火，燃烧了我。这个丢进去啊。哦，等一下先，你丢了什么进去？斑斓叶。斑斓叶哈，给大家看，刚刚绑的斑斓叶丢进去了。
所以天气这么热，我们要煮凉茶糖水喝哦 ，OK 吗？我们给它煮20分钟哈。谢谢30颗星星，感谢你，谢谢你，感谢 Michelle。一定是很想喝糖水的。然后我们把这个丢进来哈。OK， 来，刚刚煮水这边。水放1500g 哈。OK， 1.5L 的水啊，放进去煮它 ，OK 吗？几时可以丢进去？哎，这边你看，它开始滚了，就可以丢进去了哈。啊，我们现在把红枣、龙眼干和冬瓜糖都跟它丢进去哦 ，OK。所以呢，你只要100度，你看啊，100度，上面也100度，就是说里面的水已经滚了哈、哦。你用速度1，需要反转吗？不用，不用反转啊。OK。不用，它会没有东西给它切掉哦。好的，这样会清楚吗？啊。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处理这个芦荟哈。哇，巴杜巴哈很热哈。哦。是咯，跟梅里一样，梅里很热。热到穿背心都流汗。来，你这个要称多少？350g 的。你要称多的话也可以放多，有的人喜欢多一点啊，你就放多一点哦，没有关系的、我瞧一下、okay. 给你看。哎呀，就是这样透明透明，看过去都觉得很凉了哈。350哈，嗯，350，多一点可以的，没关系哈，这样的。谢谢你们的 like 哦、，Thank you。然后我们等它这个糖，那个红枣跟龙眼煮到它出味了，我们就把它这个处理好，把它加进去哈。嗯。煲它30分钟，哇，是咯，煲糖水哦。谢谢你们都很喜欢今天的这个糖水，看了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哈、哦。下午好，谢谢你们进来。哇，文迪说阿姨剪了短发，很清新好看，被你发现了，厉害，厉害哦，真的是阿姨的 supporter， 给你 like，thank you， 阿姨最近又跑去剪发了哈、哦。还不要紧，你有注意到吗？他今天还配 aloe vera 的颜色，可爱啊！哎，怎么要用到冰啊？我们这个炭了不是，我们要把它放这个冰水进来哈。你炭什么东西放冰水？Today we cook aloe vera。来这边滚。你要烫什么？现在？哇，哎，你有放蓝子哈？对，要放蓝子。OK， 现在我们把350g 的芦荟跟它放进来，要烫多久？来烫一下吧。一下是多久嘞？等一下。哎，你没有再煮了哈？有，要给它煮。来，这家是小五啊，给大家看看。The aloe vera after cut have to wash again， 要烫过一次 ，OK 吗？哇 ，Good afternoon， 欢迎进来哦。哎，你这个85度 OK 的吗？85度，100度了，因为现在我芦荟丢下去，它就降温了。OK， 好，明白。它就降温去。OK。然后我们给它烫一下子哈，看到它，上了就可以了哈。哦，如意，你果然是对芦荟很有了解的人，给你赞哈、哦。他讲很寒凉哦，身体弱的人不要吃哦。嗯，对，不要吃多。其实什么东西都很好，可是、吃一点就好，吃一点就好哈、哦。OK， 但是如果你身体很热的啊，要降火可以吃哦，芦荟。我们现在放速度3。嗯。OK， 要烫多久啊？你要烫一下。阿姨的一下是大概2-3分钟啊，是吗？嗯。你的一下是大概2-3分钟。刚才我烫啊，放2分钟哈，不用。哎，你现在1分钟就够了。哦，所以烫一下，大概烫1分钟就 OK 了，好吗？你看它这边还在85度吗
OK， 如果说你是用锅的话，你也是要等水滚吗？水滚，然后你放下去，这样捞一下就拿起来。哦，那如果85度怎么办呢？85度我们也是，它有这个热度了，它捞一下也是够了，然后你时间到就可以拿出来了。Okay， 明白明白。哦，等一下还有煮过，我的目的要给它烫一下，它卤味就不会苦哈。哦， OK，这个动作烫一下捞一下是希望卤会不会苦哦， OK 吗？它怕它还有那个黏黏存在里面哈。嗯，哦，怕那一个还有那个胶，那种比较苦的胶还存在，所以我们一次过让它清理干净哦， OK 吗？你烫一下它就没有了， OK？ 是的，如果有跟到我说的清楚的，你给我一个 OK 哦，好吗？这样我就知道可以更好的解释到给你们听。嗯，好的。OK 啊，哇，这边煮的啊已经开始有香味出来了。有那个斑斓叶的香味，真的很香。啊、OK， 来，看到吗？它是美美的。你可以不要每次都用铁砂掌吗？人家小美有好好的东西给她用，她都是有功夫的，看到吗？每次就是用手去抓哈。所以我说、啊、阿姨其实是。隐形里面它会功夫的，嗯，然后这样哈，给它捞进来哈。你给你们看一下捞哦，冰，你是冰水是吗？啊，冰水，冰水。啊，它这样捞一下不是，它这个卤味会 QQ 的哈，啊，哇，它的卤味会 QQ 的，真的真的。啊，所以它现在不是卤味不会苦了哈。OK， 嗯，啊，对，谢谢如意哦。如果它是青色还是黄色，它就会苦哦。如果没有了，啊、白白 QQ， 对，很美啦、啊。你现在这样处理一下，它卤味就不会苦了。嗯， okay， 清楚吗？啊，这样子弄一下，它就不会苦咯。那、啊，哇、啊，很好。嗯，啊，你看，它是这样一条一条好好的，不会苦了。嗯，你说。所以记得烫好要镇冰水，镇冰水，然后镇好我们就把它滤掉。OK， 过滤了啊，现在。嗯，先滤掉。OK， 好，来，过滤掉它。够了呀。OK 啊。OK， 回来。你那个冰等一下有用吗？还是要拿出来？哦。冰有用。冰只是。帮助这个卤味哈，它赶快把它降温了，它就会 QQ 的哈。嗯，所以你这样做啊，卤味煮出来是很好吃的哈。你这个是可以包多少个人喝的？这个会吃好多人呢、啊。嗯，阿姨通常说的好多人不是 really depends。哇，给你看，会吃多少个人？这个啊。啊，我已经喝了两杯了。还有这么多，你已经偷喝两杯了啊？OK， 这么多的啊，喝了两杯了，还有这么多哈、啊，所以够哈、啊。看你家里人喜欢喝多少。啊、所以你不用怕小美煮不够多哈、啊，会够的哈、啊。OK， 所以你也不用说煮这么一大锅，吃了整个礼拜不用，你这样小美煮一锅就可以吃两天就够了哈、啊。嗯。我大大块的冰放下去一下就弹性哦，它用大大块的。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刚才我没有弄大大块，我就是用小小粒的。啊，所以会比较多工一点。我现在要去一粒一粒去卷它哈。是，如果你们家里有大大块的冰，这样子也很好哦。对，原来卤会也要这样讲究煮哈、哦，就学到了。哇，你有学到我就开心了，谢谢你们哦，又学到了。对，要这样弄它，不然的话，你等它热热的，等它降温的话，它的卤味会抹抹的哈。哦，所以千万不要让它自动降温，它就会比较暖绵绵哈、啊。它会暖绵绵哈。黄阿姨就是这么可爱，直接用手拿刚才。那个胶质是很好的，如果烫滚水是不是会流失掉嘞？它里面还有，你不用担心，这个只是外皮的胶不见了，然后它烫一下它里面的
那个 gel 还在哈、哦，对，就是啊，外面的那个苦味没有没有掉哦、啊，主要是把苦的味道烫掉、啊、，OK 吗？清楚哦。啊，它这个卤味就一点都不苦了哈、哦，嗯，哦，就很好吃 ，OK。哦，又学到了，谢谢黄阿姨，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哦，感恩你们支持，谢谢支持。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哈、啊。阿姨会的东西她都会教哦，都会尽量跟大家 share， 可以吗？不会的话她就会跟你讲不会。请问阿姨小妹什么时候煮了她的水会有点红色的？哦。哦，这个哈。为什么有时候煮了它的水会有一点红色？是不是那个枸杞的那个 wolfberry 的颜色是吗？哦、啊、有可能你是不是有放 goji berry 去煮呢、啊、这样就可能会红哦。这个 wolfberry 要把它泡水一下啊。啊、嗯、那现在就直接泡水给你看，它讲完就泡水、啊、你给它泡水一下，它颜色没有这么深哦。它等一下它会、okay. 会红红的，多多少少会有红红的出来哦。如果你没有泡水直接丢进去，那么你的芦荟水就更红了哈、哦。嗯。OK 吗 ？Have to blanch a lot before boiling. Blanch 是什么意思？你给我找一下。OK。Blanch or bleach, whiten, remove. 哦、oh.。就是 boil 一下就好了哈、啊、，NG， OK， boil 了 ，and then 你就放冰水 ，OK 吗？嗯，哦，没有放枸杞，它没有放枸杞，可是还是会红哦，是不是那一个刚才那种胶质哈？桂圆会吗？有放桂圆吗？桂圆也是有颗颗色的颜色，可能是那一个 gel 啊， gel 啊滴出来的 gel 啊 ，gel 出来的会，那 gel 流出来不黑色了不？哦，是啊，哦、你给他滴吗？问他要给他滴。那个滴那个 liquid 出来有吗？你可以像我们刚才这样哦，一开播的时候 share 给你的，把它拿来吊滴一个晚上，它会把那些 orange orange 黑黑的跟它滴掉，这样的话你的那个 aloe vera 你的芦荟就会很干净很漂亮哈、哦、，OK 吗？它刚刚采下来不是它就会滴黄黄色的那个蕾蕾哈、那个，对，那个胶质、啊，那一个就比较苦哈、哦。对对，那个苦了哈、okay ，不要吃哈。是的，那个、是的，好吃哈、哦，就好像你如果没有把它滴干净，就好像吃苦瓜这样哈、哦，所以不要吃。哦、我不要吃苦瓜的 aloe vera。谢谢你，感恩分享，哇，谢谢你们哦 ，Thank you so much。对。哦，放红枣好啊，哇，啊、红枣，红枣好，嗯、红枣对、okay ，很好，可以放你们什么都没有放啊，哦，什么都没有放，很可能就是那一个胶质咯 ，Jenny，OK，、okay? 哦、所以你可以第一个晚上你试一下，嗯，你按照我们这样做看还会红红吗？是的，哦，所以我煮的出来就这样子的颜色哈、啊，哦。等一下给你哦，刚刚给你看，我们煮出来的会漂亮的。你如果照我们这个方法煮出来的话，会是这样的。我有吗？我有放枸杞，这样算红吗？啊 ，OK， 是这样的吗？会是这样的颜色的哈、哦、，OK。嗯，这个还你 ，OK。我、哦、用滚水烫过。哦，哇，谢谢你哦，吉妮解释。对呀、啊嗯，我们刚刚就是有拿那个 aloe vera 烫过一下哈、哦，然后才放冰水。对，烫一下，给它放冰，让它会 Q Q 的哈、哦，会 Q Q 的，嗯、不然它会磨磨的不好吃哈、哦。放枸杞不好喝，不要紧，你们可以看喜欢喝什么就放什么哈、哦。对，哦，放枸杞会带酸哈、嗯、，OK。个人喜好都可以哦。啊，我们有放海底椰哈。哇，好料哎！海底椰、嗯，哦，你也可以放木耳。嗯。哦、你木耳先把它泡水一下，你泡两次，像我那天这样教你泡那个桃胶那天哈啊，你芦荟那个什么木耳，你先把它泡水一下，然后你木耳也是像这样先剥。先剥软了，然后你才加这些材料下去哈，芦荟是最后下哈。
OK， 嗯，学到了，学到了，哇，谢谢林小问五十颗星星，嗯，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要把芦荟糖水做起来哦。哦，对，黄色液体有毒哦，所以一定要滴走。谢谢 Jenny 的提醒哦。哦，嗯，哦，不过我们每次有滴到它干干的，然后你要煮的时候要又给它烫一下，所以芦荟一点苦都没有哈。是，如意也是说、那个、黄色有毒，啊、所以、啊、如果什么？如果你没有滴好的话，它会苦哈。OK、啊。哇，也可以加罐头的龙眼，嗯，所以你们都有很多 idea， 知道要加什么。雷中意啦，雷喜欢啦，你喜欢加什么就加什么，啊，都会好喝就可以了。因为最重要的重点，芦荟别苦就好了，嗯、很好喝哈、哦。在市场买回来的，如果是不是也要滴那个汁出来处理？要哦啊，对 ，Mary 也是要哦，一样的。你这样子，因为他们卖不是，他不是这样躺在那边，就你拿回来，他，不懂他滴了没有？那么你就把它这样过一下，给他滴哈、哦，给他滴滴一个小时，这样应该就会干净了哈、哦。这样清楚吗 ？OK、啊。嗯，很好。嗯。刚刚我们这一个煮放进去煮的时候要煮多久啊？这个我忘记跟大家说。给它煮二十分钟哈。二十分钟、嗯、，OK 吗？对，这个忘记跟大家说，刚才我们放进去煮那个龙眼干，然后冬瓜糖和那个红枣煮二十分钟，100度速度一哈。嗯。OK。也差不多了，你看还剩一分钟多。对，哇，里面的味道很香哦，还有斑斓叶在里面。斑斓叶子很香哈、哦。是的。我很喜欢放斑斓叶，斑斓叶煮了糖水就很香。其实斑斓叶也是很好的哈、哦。对。喝了会降低胆固醇什么哈、哦。嗯。随着黄阿姨的直播啊，就会认识到很多食材，然后也会认识到他们的那个功效哈、哦。刚进来，欢迎你。新鲜芦荟怎么处理呢？我可以看回我们刚才前面不是？刚才有做了，全部都搞定了，都有解释一轮清楚哦。所以你们如果喜欢这个直播，也可以分享出去，然后自己可以留起来，可以回头看他前面处理那个芦荟的部分哈。对，全部啊，这些步骤在班里中里面就set得了哦，对，很快。OK， 这样好了哈。Thank you for like and share。Thank you。请问这个机器可以拿来炸食物吗？哦，不能哦，这个是低温烹调的 ，Eunice。所以它可以煮，可以煎，可以炒。Hello， 等等等呀，等等等呀。请问下错过了芦荟是不是有几种家里种的可以吃吗？哦，家里种的只要它我们家种的那一款呐、啊，只要开花之后，它就可以吃了哦。嗯 ，OK 吗？是的，我们吃的那种是大大可的，你家里那个是大大可的吗？啊、来。哦。哇，哎，很香，真的很香。一流。对，我们把芦荟倒下来。哦，芦荟现在直接倒进去哈，来，我们把它盖起来。OK， 把芦荟倒进去了哦。嗯，我们再给它煮五分钟就好了啊，我们就有芦荟吃了啊。嗯，100度也是100度，对，也是100度。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太快了，我们要。反转哈，汤匙反转、okay. 啊，来，重点，汤匙反转 ，OK 吗 ？OK。如果你不要这个，你可以不用放哈、哦。啊，不喜欢枸杞的朋友，不喜欢那你不要放、哦，你就不用放枸杞 ，OK 吗？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海底椰是会甜的，然后我们加了海底椰，不是你就不用放冰糖了哈、哦。因为刚才那个冬瓜糖也是会甜，
这个海底椰也是会甜，所以你放的时候，如果你怕甜的话，你把这个水不要放哈。OK 吗？这样会清楚吗？甜哈。给你看一下我们用的海底椰brand。OK， 有很多 brand 啊，各种各样 brand 你们都可以用哦。OK， 这样子的，可以吗？给它用热水烫一下哈。哦，枸杞哈，你的那个枸杞下用热水烫一烫。Angie 有哦 ，our aloe vera got cooked again， 刚刚放进去 ，cook for another 5 minutes 哈。Yeah. OK。哇，小妹有口福了，好幸福，世上只有妈妈好。哇，害到我都想唱歌了。谢谢你哦。我们把这个海底椰加进来。哎，等一下啊，不用切的哈，海底椰直接加啊。哦，在煮着的时候直接把它加进来。对，你是不想要太甜哈，所以你没有放糖水进去哦。我不喜欢甜。哦，可以加桃胶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哦，可以可以。哇，很好喝哦，又有芦荟又有桃胶，对，太棒了。嗯，可以的哈。几分钟呀？看一下，还有两分钟多，钟是的。然后你什么来的那个？枸杞。枸杞哈。你的这个是枸杞 ，goji berry 也跟它加进去。它滚好就 OK 了哈。haircut， 你的头发是哪里剪的？是阿姨的朋友哦，帮忙剪的哦。对。对是。每次都是她剪，她剪得很美哦。是是是，下次阿姨再去剪头发，带你们去看好吗？对，直播给你们看呢。剪头发，哇，很好吃哦，鬼咁好食啊！加桃胶，哇，喂哦。下次带你去看哦，不用担心。等阿姨剪头发，我发现很多人对你剪头发的地方很有兴趣耶。啊，他很好的，你可以找他剪哦。啊，啊对，在这个莫扎亚那边哈、哦。对，我可以带你们去。要吗？谁要看吗？哇，很香哦！如果你们有在这边，会嗅到它的香味，很香。阿姨、啊、阿姨希望你们都在这里齁、哦、谁要看阿姨剪头发的，下次才直播给你看，有兴趣的你跟我讲有齁、哦、从来没有直播过剪头发齁、哦、是咯，没有哦，还没有，是、可以做给你们看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叫他 demo 齁、哦、啊对可以，对，叫他 demo 齁、哦、请问芦荟在哪里有的卖啊？芦荟不用去买啊，你是如果是说在我们这边热带的地方啊，几乎朋友他们都有种，你可以跟他们巴西都有哈。是，如果是巴沙巴沙那一些地方有吗？大木这些这样有哦啊，你去菜市场看，应该都会有哈，可以吗？你的头发是自然黑的吗？对对对，阿姨很懂得养生哦。我的头发。灰白了，哇！你们有兴趣的可以了解 Cell Glow from 阿姨哦。Cell Glow 它里面有很多 berry berry， 它会帮助我们哈，所以我们要吃一点哈，会保健保健一点点啦哈。OK， 哇，还有问题吗？好像太黑了哦，应该要冷一点哦，太黑了。太夸张了，你讲话。太黑了。等我去美里的时候带我去，可以，没有问题。好的，好的。哦，看你们直播也感染幸福，谢谢你哦 ，Grace Lau， 感谢。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啦。其实黄阿姨做么做直播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哈、哦。因为其实主次对黄阿姨来说啦，对阿姨来说而已啊，
没有很难，对我来说很难。可是他说希望能够教大家，我想可能因为他也放弃教我一个人了啦，所以他说干脆直播给大家看。哪里知道啊，他教了大家之后我也开始煮了，哎，你看我也是被你们感染到。他也会煮了现在哦。你们每次发在那个食谱区里面煮好的成果，我看了也很满意耶，所以我也去煮了。所以我觉得做这个直播真的能够给到我们大家互助啊，对，大家都有动力。帮到你们哦，是，所以你们有问题都可以把它打上来哦，让大家都能够做出这么好喝的芦荟糖水。这个里面其他的材料你们可以选择性自己加哦，啊、可以自己加。对对对，对，可以。哦，西马很少哈，芦荟是吗？妈，好像碗不够大哦。哦，是咯，太多了。所以你看这样一个分量啊，1.5 liter、嗯、其实煮蛮多的，真的好多哦，好吗？那芦荟还是会好好的，你看。那、啊、芦荟还是 QQ 的，看到吗？金金闪闪的。所以你们记得要把这个方法学起来哦，这样你做的芦荟就会漂亮。哦，这样要去找。所以自己煮的话，哇，一家大小都可以喝到饱哦。嗯，是的，一家大小都可以喝。喝要一碗要多少钱啊？我不知道啊，这样一碗这么很像是煮大汤呵呵，一大碗的汤啊，呵呵，真的很多这个，很好吃啊、哦，哇，对，啊，是的，最近啊，阿姨常常有很多朋友啊，也有很多人问说，哎，阿姨，你可以，我可以赞助你碗吗？可以赞助你那些锅具吗？这样子。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有兴趣想要很像给阿姨知道你的东西好不好啊，想要我们帮你推荐，不用钱的哈，因为只要我们觉得好用的东西我们都会推荐给大家。对、嗯、最重要我们试过觉得好用啦和好吃，其实可以免费帮助哦。因为你知道啦，现在 MCO CMCO 之后啊，有一些人经济萧条，所以我们能够帮助就帮助大家好吗？所以如果你的产品是好的，产品会说话哈、哦，所以你可以你可以跟我们讲，我们 and then 我们可以直播就 share 给大家，到时候真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找你，不用收费哈、哦，因为阿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好的砍头、嗯，然后能够煮到好吃的东西，好吗？好了，学习到很多啊，谢谢你们哦，啊，希望你们都可以用这一啊，对，都可以学到，而且用这个平台能够互助哈、哦，就是讲大家一起分享有好的材料、好的食物，好吗？对，谢谢你们，红豆也可以这样煮吗？红豆，你说放在芦荟里面？对，你红豆要先剥哦。要先剥 啊！先剥，因为这个芦荟它比较容易熟的，所以红豆是比较硬的那种，你要煮到它软了才加在一起哈、哦。是的，来拍一个照片先，啊、看这边、啊。你的手小心哦，你不要铁砂掌哦。啊、他每次他的手很耐热的，看得到。来看那边，这样子。一二三，谢谢，谢谢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上来哦。哇，柠檬水很好喝啊，谢谢教导黄阿姨。哇，不客气。打一下它不会苦了哈、哦，很好喝，我也是很喜欢喝那个柠檬水呀、啊。对，一、啊、杯、那个、柠檬水喝很好的。If we buy the moments, need to subscribe Cookie Do.Yes, 最好可以啦，因为 Cookie Do 里面有很多食谱哦。来，给他看一下 Cookie Do 里面的。OK, 好，可以给你看一下 Cookie Do 的食谱哦。嗯，给你看一下 Cookie Do 的食谱。去哪里呀、啊？这边哈。哦，我的食谱最近的烹调，所以最近的是我弄的，你去看那个看 Cookie Do 的 online。来，你帮忙按一下。嗯。看这个设定哎。设定啊，哦、oh, ，OK， 设定你可以、你可以 set， 比如说是什么国家、什么语言这样子哈、哦，
不过如果说你要看最近一周，我的一周啊，最近烹调的记录或者我的食谱是你自己 set 的哈。我的一周就是上个礼拜阿姨看过什么食谱，你看因为它都 link to wifi，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查找食谱哦。它现在你如果你用到这个 online 的不是它也是有 video 的了哦、啊 okay、所以你也可以 download 它这个最新的哦。啊，这些都是 Cookie Do 的 Cookie Do 的食谱很多哦。你不会做也不用担心，你就是照着它这样做。比如说你随便按一个出来、哦、啊，按一个宝宝宝宝啊 okay, 啊，他会给你讲的啊，来哎，开始开始烹调，所以他就一步一步教你哦，就哒哒哒下一步下一步、啊、所以这个是 Cookie Do 哦。对啊，不要紧，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而已。啊，所以 Cookie Do 它是会一 step 一 step 的教你怎样煮，然后它起初它会跟你讲买什么材料，你先按进去，材料先抄一下，你就去弄到材料了，它就教你 step by step 哈。所以有 Cookie Do 就不用怕不会煮哈，就一定会煮的。OK。是的。然后哦 ，How much 啊 ？How much for Cookie Do？哦 ，Cookie Do 是那个还那个美军的哈、哦，一年是啊，那我们可以五个人公司用哈、哦，五个人可以共用的。它可以共用的五个账号的、啊，然后总共是多少钱呢？如果可以五个账号的话，是39块美金好像。OK、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如果你们有兴趣那个 recipe 的话，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recipe 哦 ，OK 吗？我们自己的 recipe， 你可以去我们的Facebook， 比如说你去到 Andy Wong 的 Facebook 啊 ，OK， 你看这一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一边，像今天的 Aloe Vera Dessert， 你就可以在这一边直接看哦，比如说我们的直播通知 WhatsApp。食谱群 recipe 产品小美哈 ，Sell Glow 和小美都在这里哦。如果你要 recipe 的话，你其实压这个link进去，哎呦，压错地方，呀，我看一下，啊，你压这个link进去的话，它就会去到我们的食谱哈 ，OK 吗？很多粉丝问我食谱去哪里找，因为我发现最近很多新朋友，所以就跟你们解释一下，食谱，比如说你要找回去年11月的。我们就会告诉你11月的食谱是这一些，然后你就可以点击进去，然后他就会给你看11月我们做过的东西，中英文对照哈 ，OK 吗 ？Ice cream 也有哦。所以如果你们要这个 link 的话，你们也可以回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边拿这个 link 哈，好吗？只是你要下播之后，等你就可以去看咯 ，OK？ 或者你在这一边，你直接打 recipe， 你也是会拿到这个 link 直接的哈。所以我们的食谱其实很容易找的，好吗？然后下播之后你不用担心，我们也是会把当天的做的食谱，像那一天那一个水晶饺，我们也是会把它泼在上面 ，OK， 中英文对照 ，OK。所以解释一下，那么大家就会知道，只要你最重要，你有 follow 到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page， 还有也可以进我们的食谱群，那么就。不会迷路了哈，一定会看到我们的东西哈 ，OK 吗？食谱群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这是食谱群哦，都有很多人啊、很多粉丝们他们做过的，你看水晶饺都做起来了哈，所以你们也可以在里面去 sharing 一下。你看哇，关欧素还有 Lotte A， 大家都做得好棒哈，谢谢你们哦，还有捞修令哦，都做得很美哎，哇，高手 ，OK。对、哦，都可以做、哦、对都可以做起来。要怎样 keep 那个还没有煮的 aloe vera 呢、嗯？要怎样 keep 还没有煮的那个芦荟？就是这样、你说这样整条的吗？切好了的话。哦，不要切好的就要煮掉它哦。切好就煮掉它了、不要 keep 了。如果还没切了，你就把它包一下，放冷藏哈、哦。OK 吗？好，可以，谢谢你们哈、哦，谢谢大家。我们都想看黄小妹，我告诉你，缘分会到的，OK， 总有一天会看到我的。
OK，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芦荟糖水就浇好了，希望你们都有学到怎样处理芦荟，好吗？OK， 好，谢谢你们哦， okay, 这样子我们就下播了。Okay.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Bye bye. 刷爱心，谢谢你们，感谢路。OK, thank you. Bye bye. Bye.